有人说，一个城市的老街道和市场就是城市岁月的缩影，而蛇口呢，可以说是深圳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源头。那么本期呢 ，BB 姐就带大家逛逛这个满满烟火气的老街区，看看富有人文气息的街市可以拍些什么吧。从零到一学影像，欢迎全网搜索 Hey Jones， 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在等你哦。据说1978年的蛇口还是一个破旧的小渔村，居民基本靠打鱼为生。当时蛇口人民的生活水平与隔海相望的香港天差地别，很多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冒险偷渡，却不幸命丧大海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从蛇口这个小渔村开始啦。那屏幕前的小伙伴有多少人了解这段历史呢？弹幕分享一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B 姐。那现在呢，我正在开车去往这个蛇口，也就是我自己住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是属于在深圳的一个沿海的这个渔港这边。然后我们马上就快到了。身后这边这条这个路口呢，过去就是这个蛇口海鲜市场了。我们现在走过去看一下。那这个海鲜市场呢，现在据说正在升级改造当中，马上我们过一段时间看到的这个状态就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了。蛇口老街的海鲜市场因为紧靠蛇口渔港而繁荣至今，近期为了改善市场的环境卫生问题，市场正在升级改造当中。于是我们想用镜头来记录一下老市场的旧模样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快节奏生活的另一面，人们在这精心挑选着食材，打算为自己或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。这也许是忙碌的深圳人最接近生活的时刻了。去鳞、切块、称重，摊位老板们用最快的速度让顾客拿到食材。不过也有的摊位老板似乎对我们的拍摄更感兴趣，有没有觉得他望着镜头的眼神特别有故事感呢？卖熟食卤味的小摊灯光非常好看，隔着玻璃还能模仿一张王家卫风格的照片。借着市场内良好的灯光色彩，可以多寻找不同的角度去拍照，利用手机的广角让画面显得更有张力。那我现在站的地方呢，就是蛇口市场的这个旁边，然后它的这个旁边呢，有一家很有名的这个多年的老店，他们家有个特色就是他们家的粽子特别有名，我们去看一下他们这个包粽子的这个有什么特色，据说他们的一个手法非常的娴熟，特别快，我们去看一下。BB 姐，你好有钱啊！你住在蛇口呢？我住在蛇口的城中村。老街道其中有一个被包围的村子鱼二村，村中狭窄的巷子承载着许多人的生活记忆。不知道这里是否会成为深圳最后的渔村呢？从村里出来，在老街漫步，会有一种奇妙的穿越感。忙着收摊的店老板，静静摘菜的阿婆，街边打牌的阿叔们悠然自得。倒是围坐下棋的这几位满脸严肃，生怕走错一步。一旁观战的老爷爷都被他们这股认真劲儿给逗乐了。逛了一天，夜幕降临，小吃店的锅里腾腾冒着热气，而我的小伙伴也已经完全融入了蛇口老街的生活，和阿姨们愉快地跳起了广场舞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妨一键三连支持一下。我是 BB 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们推出了最新的无人机全方位新手教程，欢迎大家到 Hey Jones 公众号菜单栏查看了解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